老三，老三，没事吧？我的新裤子，老三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看这个地板，天天让老三摔跤。老大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？先动起来，把它搞得巴巴实实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大哥哥，哎，裤子换好了，鞋子也换好了，开干。为了实现我的篮球自由。把你后面屁股那个地方是给他填满啊！哎，加油，老三，你庆祝可以啊！哎，老三，挺快的嘛，效益不错哦。但是你能够不放心的。哎，老三，你这个很有特点啊！八九十分钟。老大，老三，加油！好的，马上搞啊！师傅给我搞过来。好像可以了 ，OK 了。唉，人老了，年纪不行了。老三，你在这干嘛？嬉皮笑脸的。锻炼练臂力。哎，不用练了，不用练了，走。我们的篮球场地干了，我们给篮球画一下线。你现在很像这个场地不干净。今天你去哪个？老大，你干嘛？我要画线了嘛。你看我球场画线。老大，这个是做什么的？画线。使劲点啊！你这么丑的吗？这个眼影，哎，我的天！大数据卷起的这个篮球发现很明显没有经过专业的陪练，就是这样的，你看歪的歪。老大，你干嘛？我要弄个网，会变了好几天，然后我给他安上吧。老大，你够得着吗？你是啊，想个办法。小心哦，不要钻到娃里面去嘛。怎么样，搞完了吗，老大？完了。下来吗？好，看一下。好，你的成果，搞个空心。哎，就是这个声音。怎么搞？